凡事就一直爱坚定，才袂予人来批评。赶紧来哦，来杯菜馆呐！我恁大家哦，中100万，中1000万呐、啊！来哦！你难干过哦！我不晓得，那调子那些音量歹去啊，先生。这个什么代志？哎，欧医生，你们叫欧医生？哎，啊，你那头毛白干，你不是欧医生不是？我四十通位啊，你叫欧医生？你四十通位？嗯啊。你民进党呀？民进党拢真少年，但头毛就白啊。好啊，不那个是原因啦。什么原因啦？啊，该讲你也不知嘞。嗯。嗯，啊！你这面相怎么写呢？你当作我是无迄个法度就对啦。你唔捌听人咧讲哦。嗯。哦，相逢自是有缘。我行以客为尊。哎、欸，别别别别别！我跟你打一回。啊？嗯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做你家讲就无问题啦。其实我的头毛嘛唔是出世就这尔白。你写喏？伊完全无了解。那年前伫这所在。系安怎？我甲我女朋友放散。女朋友放散？是。你是无路用的查甫人，是我甲放散，不是？哦，是你甲放散，无路用的查甫人。嗯，是不是无路用？是我甲你做唔对。总是爱有一个无路用嘛。总是是我无路用嘛。安尼吼，两个拢无路用。不会，人生完全无趣味了。忽然间一夜之间，我的头毛完全变白了。哎呀，原来是我主意先生。我唔知啦，我姓平啦。你姓平？原来是平主意先生。叫朱熹啦，你哦，原来你不是我朱熹哦，不是，原来是我朱靠蒙先生。啊，咱家属，家属，一边的，啊，咱朋友伫只哦，双方哦，啊，大家哦，抓紧包包的哦，啊，代志安尼结束。哎，哎，还算笑啦，要别来。啊、你了解无？我心情歹是安尼来的啦。那安怎？哎呦啦！我跟你讲啦，查甫人吼，有时啊，就是袂使安尼硬啦，硬到尾吼，过一种失志气。来来来来，拄好，我这边有这个飞镖。咱人吼，心肝通在那硬吼，那个发泄出来。我这飞镖来，三支，你尽量甲射，甲射哦，射愈大来愈好。迄鸡龟啊，甲条崩起安尼哦，我较早不如意哦，一项一项甲崩崩掉。来射咧！哎呦，哎、欸、哎。欸哎、欸！哦哦哦哦，赞赞赞赞！小口较好，过来过来，有较好无？过来过来过来，我跟你讲，再拜托再拜托。咱即马用裴先生即马呢，算讲明星棒球队，明星棒球队即马来个遮咧表演咧射鸡龟啊！哦，你甲看麦，射七八支中三粒，嘿、欸！哦，心情较好。哦，虽然讲我刚才射了三粒了，心情结较好。啊，有够足开快无？猎人真正做人袂歹。赞赞赞！多谢你，好好，谢谢。哎哎哎！500，你对我无讲爱钱啊？你是头壳歹去哦？你杀个那个菜馆的出来嘛，是要赚一寡钱？啊，我只摆摊免钱。你爱真正爱讲啊？我连一张都还袂买，就你要甲我摕500块？哎、欸，拜托诶，你甲我写遐济去，我甲我分空去啊！我一世命已经分半世命去。唔是，你嘛讲等下500，安怎啦？这查囡仔有来啊！我看到啊，这查囡就是我较早我女朋友。你莫有白讲人，这查囡仔足水的，你正经的啦！你莫咧操蛋啦！我绝对袂操，看到我这么这个型。啊你啊你变安怎？你花臂姐，花臂姐。哦，花臂姐，你落地来着？叫我给你夹着呀！不，你变啊变啊，变上变啊变上变上，紧紧。还有下飞镖，下飞镖。暗时的灯火，热情已经褪。吵闹的台北街，
冷暖的轮替，山明甲海誓，谁人心后悔？世间的恋爱歌，全是白草话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伤坦白，阮是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小姐，嗯，哇，你真够烟头，一定要夹落，安尼把头夹夹，可能你第一摆来台北啊，真够烟，真够烟。你这个奥利桑唔就爱讲你，人都已经死得足歹啊，只买个布子俩。唔通错。哎，你这是我这人的灯火秀吼，会这么好运，拢靠这撮。人足够人烦的。我头毛拢无咧整理，你烦无？但是我这这条啊，一礼拜去洗倒三摆。哎，你这欢喜，你扣了钱，扣了钱还分我来讲。什么扣了钱？我你多无听我唱你的歌哟，心情就足歹。今仔日你来拄着我吼，改变你的一生。啊？我多，我叫你哦，不能下鸡鬼啊！心情不好。啊，心情不好，你搁叫我下鸡鬼啊？你不是？那个鸡鬼嘞，我当作你的敌人，鸡鬼个小破。哎，迄落过去吼，即一寡无好代志拢放弃安尼啦，知无？来来来，三支三支，来啦，你先吃者。来，但你少看者吼，我咧讲吼，我这个有礼品，我这有礼品吼。你若射到叫阿尼，有 Kitty 猫，有这坚果，有这布丁果，有这哆啦 A 梦，还有一个柜底只。更精彩的内容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哆啦 A 梦，还有一个鬼在遮。那安尼人，我哩上伊遐老啊，你讲讲什么鬼？你实在是足无礼貌啊！来来，你紧写紧写哈，来我看会对未哈？来，预备起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看头拄迄个达波人，我不中用。你写几十句丢啥了？你第一句应该插破。来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要对老伙仔尊重哈。哎呦呀，阿姊哦。我倒是甲你试验的啦，真正，想要讲，甲你讲就是讲，其实，迄个奥利桑，伊讲伊较早甲你有一段恩怨，真惊啦！虾米物件？你卖古仔，边仔甲讲一挂话无，拢听无。你即马讲的，甲拄仔咱讲的无同的。我当然讲无同。剧情算讲，剧情一直顺落。家己编的就对啦。不是家己编的，正经的啦。啊，佫有正经啊。嘿啦，伊条工眯起来。哦。伊哦，看到你来吼，伊从那眯起来。我是想讲吼，但是我拄仔写袂够开。你写袂够开。到底写啥？唔系啦。心情。免佫写啦。不过拄仔正经安尼写，怎么样？心情几足好。几足好呀。嘿呀。安尼好。好。好好。五百。我就讲你一段还袂讲啊！安尼哦，安尼拍得准五百哦，五百，你什么抽人哦？什么是抽人？如果你也无讲要提钱啊？哎，你心情歹，我让你欢喜，你搁对我这歹，我是要拉近你跟那个男人的距离的。我即马是看什么男人呐？你拄啊拄头讲啊，要我拢听无你讲啥？嘿啊！我哩上咪啊咪只久啊，你无看到？伊讲吼，伊过去哦，甲你有一段温爱情安尼个对，温温婉婉。啊！我刚迄个奥利桑，樱桃心也看。哎，伊安尼讲我嘛唔知呀，我甲叫出来啦。哦，你咪走，你咪走。嗯。哎，先生，叫你卖个，你甲我讲。啊，既然有这个机会，你袂讲我清楚，你要担当死啦。啊，你阿辉啊。就问这位阿桑，你我阿灿啊，你敢袂认呢？你是阿灿啊？啊，你哪变那呢？这拢是因为我六年前，我一时糊涂将你来放生。你离开了，我才感觉身躯边失去了所有一切，心肝内非常的硬，非常的郁卒，非常的艰苦。哎，啊，心情歹啊，来吃回票，卖砖啦！我听你讲我的代志。哎，你咧唱欢喜的，啊，心情好，来吃回票。喂，六年前的代志要讲。哦，六年前，可能都也不听过哦，就知啦。好好，凡是要搁找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走足远去啊。
所以我一时着急，一夜之间头毛完全变白去。我就是阿灿啊，你看较清楚咧。我知影是白皮康，无人介绍，我嘛知影是你啦，因为你实在是这个世间要像伊平康较大嘛，就真。不知影，你唔对，唔对来社会标记。三千五百，三千。哎，阮两个即摆咧讲代志，你拜托我。欢喜着，你欢喜干咧啦？欢喜来社会标。是啦。欢喜来社会标，一支一百。喂。敢唔知条歌？哎，我喊你无简单，对个男女情路边，你嘛话少讲一下。哎，恁讲话足拖沙，我听出去个。啊，这文艺生本来安尼啊。文艺，我较正经个咧，文艺。男女来，唉，迄个思念是，今仔两个直接咧中风，直接见面。什么中风？中风啊！中风。代表伊在咧修炼，你对待我身躯边好无？我嘛是有咧想啦。想。别跟他讲想啦，你是查某人想遐济物啦，想安尼好好就好啦。头前哦，有几落间好德路吼，赶紧瞧瞧瞧瞧。什么好德路？好德路你唔知啊？紧嘞！我你这人啊，去行行去好。好德路怎啦？是一定要去创啥啦？你去就对啊，你啊，拜托一定要去的啦。行啊，去叫我有股东啊你。没用啊！什么没用的？会用的唔知要去？是啥没用啊？既然伊刚安尼讲，无咱来啉些咖啡嘛好。唔是啦，因为我已经结婚啦。什么？你结婚啦？喂，安怎啦？你都搞糊咧？我是个奇怪，我慢慢问啊。你跟我讲的啦。哦，你跟你讲的。什么？你已经结婚啦？是啊，嗯。啊！你找人结婚就结婚啊！你个走出来要从啥？真经的，无啦无啦，写一个回标。喂，我讲你才离婚，等下我辛苦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安尼啦，嗯，我讲给你听啦，既然你是结婚，但是婚姻更唔是讲遐尼愉快吼，嗯，安尼啦，归去，后摆要离婚，不如即马离离的，吼，人偏正是人嘛袂歹，你即马迄边来离离的吼，再来跟我结婚。不过啦，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我知我知，你即摆迄边离离的哦，我才跟伊结婚。喂，更精彩的内容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啊？哇！我两个啦，哦，你两个哦。你请我给我囡仔。什么？你有囡仔？我相信你是有囡仔，我问的啦，当是你问的，你敢胡咧？我想我嘛要问啊，我嘛足好奇哦。你叫囡仔？是啊，而且你请安怎？够两个？什么？加少两个？是我问的啦，气死！不，你过来问一摆，你有啥物？有两个囡仔，你有两个囡仔，什么？啊！你无斗阵倒落来，不会啦，我陪你啊。你开什么关系啊？你莫想起无？我你来查飞镖。我今麦咧超人性的大事，你咧查飞镖。你够两个囡仔？是啊。敢讲我一点仔机会都无啊吗？我想咱两个是已经无缘啦。所以讲你家己爱较保重，有听下无？你真是安尼。阿辉啊！